对不起，朱主任。这是你工作的地方，你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，不能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！那是因为昨天……出去！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笔记本。 你以为计价食材步骤火候就能当厨师了？太搞笑了！网上有的是食谱，你去下载好了。如果靠笔记就能做菜，那人人都是厨师了。可是我觉得也没那么难。好啊，那就让我看看你有几斤几两重。 怎么样，朱师长？出去。哎，可是我这酱料不代表什么。但是你还没……我让你出去。厨师长，这不错呀，这不过这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 天说啊说的，烦不烦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厨房是我工作的地方，要我出去，你开除我？ 我警告你，从现在开始，给我离灶台、工作台远一点，明白吗？是，朱组长。龙哥，好久不见啊！真的是你啊，方小龙，好久不见啊！听小帅说你在这厨房打工，我们曾经叱咤风云的龙哥，现在居然在这刷盘子，太可笑了！哈哈。对了，我们老板说了，龙哥身手好，想请你回去帮忙，钱少不了你的。 把钱拿回去！开什么玩笑？我拿回去，我不好受，你也不好过。好好想想清楚，我们老板等着呢。哎，把钱拿回去！有钱不拿是傻子，老板等着呢。 那些什么人啊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事先看不出来。